红袜队马丁米兹 u s a Today 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）：红袜与光芒队的系列战的最后一站在稍早落幕，红袜队以五比二击败光芒，连两场在主场打败光芒队。红袜阵中最高薪的普莱斯 （David Price） 主投七局被打五支安打，送出八次三阵跟两次保送，全场只丢掉两分。 顺利拿下胜投，九局上半红袜守护神金布瑞 （Craig Kimbrell） 顺利关门成功，收下本季第三十七次救援成功，带走比赛的胜利。请继续往下阅读。光芒先发投手是刚从海盗交易来的格雷斯诺 （Tyler Glassnod），不过他开局遭遇大乱流，被连打两支二垒安打后，又送出三次保送。 队友还在此时发生失误，让格雷斯诺在第一局就丢掉四分。光芒本场只靠住克隆 CJ Croen 在第六局上将小白球打出，分微球场的深远两分炮拿下分数。这支全雷打远达四百六十四英尺远，而红袜阵中主炮马丁米兹 J D Martinez 在三局下瞄准一颗红中速球。 大棒一挥，击出本季第三十八轰，这是一支阳春炮，同时也甩开印第安人队的拉米瑞兹 <noise> （Jose r a m a r e z 的纠缠，独居大联盟全垒打王宝座。不过在胜利的同时，红袜也传来悲讯，他们阵中的王牌先发投手，同时也是赛扬奖大热门的塞尔 （Chris Sale） 将再次因肩膀酸痛进入伤兵名单。 所幸伤势并不严重。目前红袜持续在全联盟中独走，整季八十八胜三十六败，领先第二名的杨基多达十点五场胜差。